Hello， 今天来打羽毛球，来运动一下，强健我们的身体。小航刚才说没有人是他对手，是我的对手。我们大家拭目以待。过来一下，现在就由小莲为我们说一下解说一下赛制。我们先进行单打的环节，这就是单人赛，一共九分轮流比，谁赢到最后谁是大赢家。新的先上石头剪刀布，然后剪刀布。And so do my dream. Oh, 天空之啊！对不起，不行，我要拿出我的实力。奇奇怪怪的招数，真的轻轻拍，人家都是要那种，这才是羽毛球的那种精神，你懂吗？给你加油！哦，没有，哎，输掉了，输掉了，还没有开始，还没有开始，他发球，他发球，他发球。
平之最的话就是最厉害，最厉害，然后最后用招最让人意外，最后偷懒。你要给我讲哦，你要再低一点。谢谢。对，你要对对对，你要抢对。倒放，你打了20个小时，从早上8点打到现在。你好，温湖州啊，我们很累了，拜拜，晚安，再见，晚安，谢谢。